对抗不公不义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咱的台湾。欢迎收听一边一国爱台湾。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，咱的乡亲士大，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。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收听，希望来讲出台湾人心声的节目。我是主持人陈志忠，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，每一天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。咱这回空中结缘，这回来开讲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关心咱的人民，关心咱的国家，咱的母亲台湾。那对拜一到拜六每一天的中昼时啊，12点到1点这个时间，在咱的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云嘉南地区，以及加上咱中部的这个彰化。云嘉南地区佮加上彰化，拢会当大家收听到指南广播电台、指南电台，哦，这是 FM 的台，106.5、106.5、106.5，哦，指南电台。咱住伫云林、嘉义、台南以及彰化的好朋友，会当多多加利用这个周率。哦，指南电台 FM 106.5啊，中昼是12点到1点哦，也就是现主持之中的主播这个时段。讲这个时间，那是伫咱的大台北地区、北台湾啊，收听范围包括这个吼、哦、台北市佮加新北市，吼、哦、台北市佮加新北市，规个大台北拢加听咱的这种吼。哦啊，中华六九六是 AM 的102.6，多啊，中昼时啊，咱这边啊咧用餐食中昼顿，哦，这个休中昼休困的时阵，用餐时段啊无去严，就加听咱的这个吼、哦、中华台 AM 的102.6，哦，啊，人地中离空中，哦，做伙来交流开讲。那下晡时啊，黄昏的时阵是5点到6点，在咱的高雄地区哦，在咱的南台湾，就听咱的主人电台，主人台96.9，接近有台湾意识的本土台，台湾的主人，国家的主人，咱拢做伙个听主人电台，下晡5点到6点，吼、哦，多啊黄昏时间，啊是讲差不多要下班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行车在路上，就有那个听咱的一边一国爱台湾的节目。咱们客电台这是老牌子的民主台，吼、哦、，FM 89.9 ，FM 的台89.9，台南的乡亲是多拢做熟悉。我那爱听伊个节目，实在免去介绍哦吼。这个我那老白民主台啊，先开始听一边一个爱台湾啊，听到8点了，再个刷落看8点档，看戏出的我那介熟悉。所以这个咱们 K FM 89.9 89.9哦，咱一边一个个节目。是变个暗时，佮加上咱手机啊，吼、哦、来用 A P P 一边一个连播网咧收听，一天是24点钟都无咧休困，吼、哦、24点钟咱无咧休困，只得一分钟袂当放弃，只得一秒钟有哪袂当浪费。用真时代，咱有这个使命感，吼、哦、咱有这种的啊，会当讲咱有这个责任，一定爱甲台湾、中国一边一国。哦，咱这个台湾主体的声音，大声甲讲出来。台湾主流的民意，
好爱好全世界，好不止好全台湾2350万人民了解，嘛要讲哦全世界听，好国际社会拢会当作清楚啊，非常的明白哦，台湾人民的这个主张，加咱的这个诉求，哦，所以用真时代这道理也足简单嘛，家己的国家靠家己救啦，家己的心声靠咱家己发声，咱家己的台湾路，哦，咱要来独立，咱要来公道。要来正名，要来制限也好，要来入联也好，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，拢爱靠台湾人自己打拼。所以这个声音袂当消失，这个声音必须爱更加来个加强，吼、哦，过来这种的啊发扬光大，过来壮大，安尼叫发达。所以感恩乡亲时代啊，逐天来听咱的节目，除了加地中吼、哦、啊来鼓励支持。甲咱一边一个破白小听，有哪陪伴你的生活，互你有快乐的心情，希望的人生，咱也共同来拍拼，哦，创造一个有尊严、有恩望，咱是一个正常伟大国家，哦，咱一个台湾的前途。来，今仔是咱一个新历2018年4月11日，礼拜三的时间，那算古历是2月26，到今。今仔为止，咱大家所关心，陈总统啊，比总统遭受到政治案件迫害，足足3437天，多3400天超过哦，佮加上37天啊，这个时间，重点是元朗还袂洗清，功德还袂平反，真相有奈个大家拍拼宣传吼，才发到真相大变啊，所以平反之路当然。这真侪挑战，真侪阻挡，但是咱有这个信心，哦，游玩袂当放弃，哦，咱的信念，大家先敬社会，哦，这个有力，有力，哦，有力，哦，咱一定会当成功。3437天，来，今仔节目咱现场正式要甲开始进行，同款咱的这个口音专线，12点半到1点来开放，口音的。电话地中心报吼，07761800180776180018。好，阿咱即摆先进驻地音乐，一边一国进行曲。音乐来结束，咱就等来咱的现场。精彩内容拢了表，用真时段，千万唔通转台吼。啊，即、这个感恩你的收听，多谢。台湾，中国，一边。多谢咱全国的乡亲是大好朋友，继续等来咱一边一个爱台湾咱的现场吼。来，咱的节目一开始吼，啊，天中的空中啊，要甲大家来宣传啊，咱这个
凯达格兰基金会，伫后个月五月七日吼，即卖是四月十一，后个月吼，佮无到一个月时间咯吼，即个五月七日，礼拜五的暗暝是六点半。啊，这咱是基金会吼，啊，每一年拢会举办第十三周年的这个感恩吼募款的忏悔。第五月七日暗时吼六点半吼举办伫这个台北市的电华饭店吼，伫这个台北吼大直电华饭店吼啊，这个港这个所在。那过去几年永进时代有来参悟到吼，拢是港这个地点。剩伊个温啊，接温会到，停车方便，交通方便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场地，温啊呢，啊，盖里边然后方方正正的一个场地，所以这个二五月七时暗时啊，咱来举办着啊，这个阿扁总统所创办凯达格兰基金会第十三周年的感恩忏悔啊，这个这个主题哦，就是讲大家。结交力量吼、哦，有大家用心时代做伙搭做伙，有力啊就有力，有力才有希望。吼、哦，这个啊，有那这个宣传的这个吼、哦、啊，文宣顶关是安尼在写，吼、哦，其中简单甲大家做一个报告。因为最近咱这个啊，包括服务处也好，啊，包括办公室有那真济咱这用心时代来电来问啦。讲阿扁总统讲要出席哦，五月七是这个忏悔啊，时间地点里对哦，包括快点阿扁总统请这领啊，这个上身呢，讲这个扁利衫哦 ，polo 衫这领新衫哦，顶冠阿扁总统红阿头的这领，水扁蓝阿、啊、扁蓝的迄个色水哦，看的是真设计了未歹。啊，真有意思。所以讲啊，这件衫要作为穿去五月七日忏悔，所以才相关资讯，伫中央甲大家先做一个报告。这个监察委员陈淑明吼，最近的被抓了呀。所以这个陈淑明公开讲，伊讲把这个病案的真相超清楚，这个是责无旁贷吼。是伊来做干部，无法度推卸的这个责任。因为边啊，阿扁总统是一个无罪人，而且陈淑明公开有那非常感慨，讲这个全国司改、司法改革国事会议，上应该讨论的题目，绝对不是即卖咧讨论，遐啦是阿扁总统。白书里，大家对着司法改革已经绝望啊啦，对着司改绝望。白书里迄个山内底吼，即卖阁甲你安尼捉一块石头啊出来，有希望的石头出来，吼、哦，希望之石啦，吼、哦，本来就绝望啊嘛。白书讲安尼阁一粒石头，安尼来产生底下有淡薄啊希望底下，嘛受到这反对要平反的人，正即个甲攻击吼。哦攻击陈淑明监委啦，攻击阿扁总统啦，攻击地中啦吼，攻击咱这支持者啊拢有啦。但是这嘛，予咱更加来相信讲，公道正义力量最后一定会当打败不公不义的。公道正义最后一定会当打败不公不义。有心就有力，有力才会参悟有力，啊有力才有希望，而且这个力量。是会愈来愈大，地未变吼、哦，这是地未变的力量，压不变的台湾力量。所以追求台湾人的公道平反，吼、哦，陈总统八年之前，有哪会当得到历史公正的这个评价？坚持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大声来讲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咱台湾人民有这个权，透过公民投票。来制定咱的新宪法也好，来正名来入联，来这个决定咱的前途甲未来。这条台湾国家路，无论偌辛苦，哦，咱就做伙打拼行落去。哦，这个是这次啊，咱
凯达格兰基金会十三周年吼，感恩募款忏悔，哎，这个啊，基本咱的诉求，甲咱的精神伫遮。啊，所以这个若要联络吼，伊这当然你会当啊，看是要参更也好，啊是讲话人讲啊，我伊讲多啊无拄好吼，啊无啊多出色，我无要参更吼，我是自由赞助吼，自由赞助啊，这拢在啊，你的这个吼。啊，自由度无问题吼、哦。啊，即大家联络即个基金会专人的专线，02-2531-6607吼，2-5-3-6-6-7吼。啊，你甲卡基金会专线，也是讲啊，你着习惯卡咱的服务平台，我有哪有甲服务平台咱遮的工作人员吼、哦，啊，甲因即个吼。哦那啊，拜托讲这啦，万不如那卡来，唔是讲工商服务产品的问题，是有关的阿扁总统啊，这个五月七日这个感恩忏悔相关的问题，有哪会当帮你转达无问题？吼、哦，你若讲习惯的卡咱的专线，07761，你赶快甲卡这个电话就好，啊，咱再帮你转，看安怎处理吼、哦。所以用真心。是大咱这个五月七日，吼，大家小招做伙啊，来那会使吼啊，做伙来出席。伫这个啊，暗时六点半，吼、哦，台北的这个大直点华这个所在，相关的细节啊，无清楚、无了解的所在，你拢甲卡咱的专线吼，7661-8075来。刷来，咱继续甲看吼。哦啊，即卖较多讲到即个陈思梦吼，陈思明监察委员，即卖已经咧调查，已经咧调查，你就知哦。即卖就是讲阿扁总统的即个案，阿扁总统的案，内底和大家批评上济，有那是一个足大的关键。即个案件啊，正正当当，好、哦，就安尼证据啊。做充分的请求马英九的案，是讲马英九案够大的无多办，也唔知是安怎吼。咱等下另外过来讲啦。因为这个换法官开始，规个走正题嘛。你这个讲，蔡守训佫做爱办的嘛无多，因为你得爱转哦做战村法官。但是为什么台北地方法院用心计较？吼、哦，伊不惜代价，甘愿去用批评讲违法的，伊也甘，伊也是一定要甲抄家吼，就是作战村的案爱交出来有蔡守训，尾啊你甲看法典你就知嘛，换蔡守训的办了，阿扁总统先拍入去乌罗嘛，你袂将尾阿未开始辩护的，就甲你拍入去乌罗啊，因为伊不爱互你会当好啊来拍官司嘛，伊不爱互你会当公开发声嘛。伊要先甲你消灭你的声音嘛，下封口令啊！啊，上好方法甲你关入去乌罗啊！而且安尼对着北京一边有所交代，因为北京一边离这个变案发生哦，差不多要半当前就开始，就已经伫内部会议讲啊啦，讲爱甲这个台独精神的领袖吼、哦，精神领袖吼、哦，精神领袖啊，这个啊阿扁总统的这个陈水扁来先抓起来。用安尼来打击到这个台独的这力量了，对。所以这个干委陈书明伊讲阿扁总统的四大案吼，这案件呐，转入去蔡守训，无偌久就是先拍入去乌罗吼，无限期的这个羁押，啊，最后给你判无期徒刑，直接啊送入去监狱内底。伊讲这个换法官本身是不合法的，有政治黑手甲因素在后边咧操作。那我都把这个问题先做处理。政府嘛是甲阿扁总统现主席所面对吼，而做讲啊，你这个都已经三审判，而做讲三审定谳这个问题，有法度甲这个司法界甲拍开啦。哦，因为你若讲头前的违法，后边这个判决自然违法嘛。所以嘛，有这个啊，是不该法官认为讲，因为犯法官程序不合法嘛，所以最后所做的判决，你不管是一审到二审到三审。这个判决是致死无效，
哦，对头开始就不好。那安尼时阵无得噶，会当把这个锁啊，把头开，哦，把这个啊，会当讲哦，这个啊，这个怕死噶的这个头好开，哦，阿比总统的兵法会当更加顺利来进行。哦，免你遐咧吵讲，啊，你讲啊，政治特赦，特赦是政治处理，落来讲啊，这个听书的问题就无意思。因为现在重点是说要变换不是实质问题、哦、不是打这种的程序问题，要不然你透过法律解释也会呢。所以干部对陈淑萍说，换法官起码牵涉的法官的人数有十个人以上啦，这个调查恐惊就要开较长的时间，调查结果哪有问题，对阿扁总统陈总统目前的处境有哪有真多大的改变，抒发你独立调查文化官的案的同时间，有哪会发动调查？譬如公馆红如、哦、岳芳如、人顾仲亮，把教唆伪证的这种代志、哦，岳芳如召集日本，把顾仲亮教唆伪证，叫来假兵总统，啊，看会当交换伊本身案件无代志，像这种是天然，哦，明目张胆是违法。法的代志，既然咱的司法，不怪大家对司法无信心。一个检察官是国家给你这个公权力的，检察官的这个任务是啥物？是代表国家行诉司法权的，公正无私呢？是检察官的角色呢？亲像法官同款。既然检察官会当去让通缉犯讲条件，而且这条件背后是讲要来陷害对一个人，爱去叫你假对一个人，啊，做一个假口供，做假笔录，用安尼，啊，最后拢摊啊用安尼在判，佮加上实际应用力，就多这两个证据，尤其是多好朋友。莫怪阿扁总统的赢呢，莫怪台湾人的不服嘛，莫怪现在对着司法改革，大家是绝望、绝望、搁绝望嘛，三个绝望加做伙，实在非常艰苦哩。所以，秘书陈淑萍现在在做的代志，是派着大家对着伊个司法改革期待呢。这本质不是陈思梦个人的工作呢，是在上叮当啦。这是司改国事会议。是全国应该用全国的力量、全国之力啊来处理的问题。这个上好的时机点，你看怎啊落书记啦？书记会议就应该处理这呢？安怎来追究马英九？安怎来平反着这不公不义？这本来就是司改国事会议应该处理的目标嘛，应该来达成的成绩单，敢不是的？为什么大家要支持司改国事会议？国事会议为什么蔡总统的民调安尼一夜之间增加十几趴、12%呢？因为讲要开司改会议，啊，结果最后怎啊打回原点？即卖个路给讲伊了这几趴，我是无啥相信啦吼。啊，但是这种物件，我那大家要注意，尤其即卖蛋姐哥来讲，现在对着台北市的选情也好，新北市的选情也好，是不是应该听基层的民意？基层较支持的，像台北市咱家己提名嘛，太得爱个牛一个柯文哲咧。啊，你这个新北市，大家一直咧讲啊，政委，咱的尤秀坤，有一张水牛杯，啊，就差20000几票呢。哪一档是蔡总统过来徛台，一个搁站一个鬼啊呢？啊，这次有一张出来算，不是多提经第一，顺理成章。啊，即卖讲伊中央也好，啊，选对会也好，还是讲。啊，单局市长即卖要来做总统秘书长，来拜访着即个苏贞昌议长吼，讲、哦、要由着苏议长来选，照讲是应该基层，大概我咧听，但是咱若口音开放，我那听大家意见，吼、哦，尤其咱住伫即个大台北新北市，咱只用真时段，支持杨议长诶是较侪呢，认为讲杨议长因为前回都差20000几票呢，即回阁拼得过啊呢。啊！你讲这个杨议长，甲拜托你民调一挂，
是我那说不出个所以然啊，到底要安怎？啊，无你若讲要有终身代，嘛有这个五兵水利啊，就亲像台北是有姚文智啊，还是讲其他新北市的立委，嘛有准备足久的等等。哦，啊，你这无规个大家做一个民调，怎啊做位嘛对？啊，你若讲直接选对位排毒，哦，某人排毒啊，就要一定就爱某人安尼。这位当时啊，引起着基层的分裂，还是讲基层两军是大吼，啊，这种的无同款的意见，这最后嘛，拢会用着选军是大意见。咱的工商服务即卖即个吼，啊，厂商才有配合这一寡修正，有咱新办的吼，即个产品的介绍，对着咱的一寡工商产品吼，啊，即有一寡新资料甲你介绍。地中来打录音好哦，啊，这个今仔来客这个新版的工商专线07761800180776180018吼，看这个台北市一工吼，咱这个我那口音过来讲，大家较支持讲在提名嘛，啊，新北市的部分啊，用真是多是。议长啦，吼，拢是优秀的吼，议长级的，和尤其坤来选较好，啊是讲苏金昌来选较好，来，我那听杨清是大的哦，来，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麦是广告的时间，最近天气温度正在变化，咱就要特别注意到自己身体的保养。尤其是普通时有咧上班做工课吼，平常时着过度操劳，真容易抵抗力着无够，无小心着会破病，所以来补充着适当的营养品，对维持咱的身体健康甲活力是绝对有帮助啦。伫中要介绍大家，真适合着平常时困眠无够，吼日啊操眠啊操，三顿食外口咧解决，嘛无时间补充营养的好朋友，来参考咱的和平牛樟子。有丰富的多糖体，啊，佮有比灵芝佮较侪三铁类，是比灵芝更加珍贵的台湾国宝，而且佮有行政与农委会专利技术的授权，用咱高雄在地六股，咱的牛樟子的籽实体来制作，全台湾有国家认证，真真正正用规粒的牛樟子合法去生产的公司无几间啦，佮一般一种市面上用细菌来培养混实体的产品。效果是差天加地啦，迄种的品质吼、根本无法度来比拼。和平牛樟子一罐食两个月分3500块，佮特别过来介绍补充元气第一选择的新鲜地鸡精，佮一般的鸡精无同款。咱是用规只上健康的鸡鸭，配合着咱独家的技术去滴去炼，每一滴拢是精华，每一滴拢有丰富的氨基酸佮胶原蛋白。无论你是上班族、老人家真合用，对着有心还是生产后的妇女朋友，开刀完要补充营养的病人更加有需要。芳醇健康阁好啉，要出去拜访送礼嘛，真大方的新鲜地鸡精，一组30包5400块。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10 嘛，介绍大家。Q10 是咱体内上重要的元素，但是年岁愈大，就会退化会无够。对着规身躯的保养拢有效，是今只要2800块，啊，佮有原料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的正型深海鱼油，有丰富的Omega 三、EPA 加 DHA， 原料进口台湾制作，佮用心把关，要食着品质上好的深海鱼油，有即卖免佮拜托朋友对国外炸转来吼，当快快吼，一罐食到。两个月只要2200块，和平牛樟子正型 Q10 甲正型深海鱼油，即卖累积满6罐的免费阁送你一罐，这是特别予咱长期咧交关老客户的福利啦吼。若有需要，请来电来询问8075吼，咱的服务专线对上午9点到下晡6点，拢有专人甲你接听。感恩努力，多谢。多谢咱空中的好朋友，即卖咱继续是一边一国爱台湾咱的现场哦。
来，这个口音的定位，现在开放中，口音定位开放中，0776180018，尤其咱啊住伫新北市，咱的听众朋友乡亲是多，咱这我那现场上好的民调，大家是对着啊，有些群一定来算啊，较赞成还是讲你是较介意讲啊，和这个苏金雄院长吼。哦，嘿，是请讲。我袂晓讲。你的看法咧？那讲你刚在新北市？无咯，无要紧。啊，你的看法，那讲你新北市家，你是刚刚讲好水牛背，有些困一点啊。迄个有时困啦。有时困咯，啊，你的理由是安怎？讲来听看卖啊。无用啊。我唔知道我的感觉，你的感觉就对你啦，哦，对水牛伯较欣赏呢，哦，实实在在啦，吼，安尼吼，啊，像个案件无，嘿，阿边的案件即无，是，我会使公开恐吓，即将避免，即真久啊，拢无人来讲这個，啊，你讲越方如会惊到进步班十年啊。哎呀，阿姨，一旦阿未算讲一句一枪毙命，阿就公开恐吓。这真正司法爱大改革啦，吼！啊，这个吼，咱个继续拍拼吼，多谢大哥哦，吼！哎，甲咱收听指教吼，真感恩吼。这无论是不是大新北市吼，大台北市，我讲这个大台北吼，这是全国领头羊。你讲我离高雄小港坚定车啊，地中我这里啊，无论讲算命服务啦，你基层吼啊，顶下卡里啊咧泡茶，大家咧论咧，唔是咧论高雄算情咧，拢讲了这台北新北啊，所以你看这应用全国偌大，来，咱搁甲听一下吼。喂，你好，请讲话，我地中。哎，地中你好哈。嘿，来，请讲。在新北市啊，哈。你在新北市哦。有嘿。啊，你也看我的。我看我，我是支持尤锡坤出来算啦。安怎讲？嘿。因为尤锡坤顶回伊个差两万几票啊，对不？蛮痛俩呢，都蛮痛。对啊。啊，你这回出来算吼，一定赢的成分较大啦。嗯，搁吹一个安尼机会真。大呢？对啊，啊！但即卖那时候中央是，那时候是较介意这个苏贞昌，对啊，啊！哎呀，他们这个什么流的什么派啦，哈，就是要请这个苏贞昌出来呀、啊，很奇怪耶。我听讲这个新北市民进党的议员过半数是支持。那我们来听看讲这个地方的议员是怎么想法的、啊？嗯，哎呀，啊，就是自己这么黑箱作业。啊，无你做一个民调，两个 PK 一个看，吼、哦。哎呀，科学哦。哎，苏贞昌啦，因早跟要在这个树林这边做立委啦，啊，那你苏贞昌又要跑去选？所以话刚刚讲，咱的容易就开始下班的啦，吼。有啊，好好吼，阿、哦、咱、啊、这个欢迎在心声吼，这个基层的声音吼啊，唔、是讲纯参考呢，别当讲参考呢，真正爱听呢，因为选举是乡亲是多一票一票登出来的。你讲台北市，台北市讲阿无要提名，讲要牛人，真正的已经没甲看死呢吼，规个台北。北市的基层每个看戏，民进党的议员上要叫上左，要叫上胡算啦，啊，母鸡都无，啊，你讲要鸟别人啊？啊，新北市更加啊，无你得容易钓，容易钓，做一个民调看安怎，安尼讲袂使钱。来，过来个听一下吼，给听过我咱的民意啦。喂，你好，我弟兄，请讲喂。哎，你好。安尼哦，啊，你的看法是安怎？啊，所以就嘛袂歹呢，做老馆长呢。对啦，两个是都袂歹啦，但是还是，
余锡坤吼、哦、啊比较，比较喜欢啊，那人在台湾吼、哦，嘿，卖讲这无要提名，这个你刚刚呢刚好，讲无要提名呢，就是安尼嘛，啊，民进党是咧创啥？民进党是无人要。讲算落第三个讲下，我实在我听台北市咱这支持者，大家是真热情嘞，嗯。啊，大家蛮反对啊，咁咪哦，柯文哲嘛无爱啊，无人赞成啊。啊，阮这下期在这老爸上山吼，啊，大家拢嘛讲咪哦，迄个做啥物啊？姚文智。姚文智啊，袂歹啊，人准备啊，真久。你这种啊，种啊，你要有一个主体，然后家己提名吼。是啊。好。那很笑脸也是好啊。对啦，啊你的，我意思讲，其实你讲你的吕富啊，好，姚文智啊，好，哦，种其他我无意见，但是你民进党爱家己提人的对啦。对啊，民进党家要有主张啊，要有人出来啊。哦，啊你。那还是好做柯文哲，这柯文哲这不是人啊。了解了解哈，所以咱爱有主体性哈。嗯，对。好，感谢你哦哈，啊，跟咱收听指教哦哈。我来加油啊，陈总统身体健康。多谢哈，感恩哦，我再改讲哦，哎，多谢哈。哎呀，谢谢。阿扁总统嘛，拢伫线上咧听吼，啊，所以你啊，甲关心鼓励啊，我那听会对了，对了吼。这种政党哦，你就是一个主体啦。啊，你讲无要提名好，哦，讲要放弃啦。即摆是叫国民党家呢？国民党家讲，阮台南高雄，我哪有提名呢？实在。做民进党员哦，即卖头淡怎也袂起，也无唔对呢。人台南高雄虽然国民党势面无好，人我那都提名呢。啊，你讲台北市民进党大家团结做伙来请兵，你讲会选第三个，我无了解呢。奇怪，即个中央即种是选举朴素、选举专家，拢是在朴素朴的吼。啊，这拢是上优秀的，即个团队里遐讲哦，伊个选对会、什么会吼，迄种啊，做上优秀的。啊嘛，参考着民意基层的民意吼，大家先听看卖啊，一个。上一张、右一张，我关呐，用真实端呐，安尼两个拢免民调。来，过来甲接一个。喂，你好，我请讲话，我志忠。好，志忠你好。嘿。哎，总统好哈。咱大队啊，咱大队，哎，大台北，你大台北哦，新北市，新北市哦，来，安尼听你也上准。哎，好者，像讲出力运动啊，吼，嘿，那是透早出力运动，啊，原来一寡有食酒的，哦，谈遐咧会啦，安尼哦，嘿啦，啊，会讲吼，迄、那个柯文哲吼，嘿，就爱加抽起来啊啦，无效啦。哦，你讲卖尿意的，对咱大家的提啦，是啦，绝对唔通啦。哦，透进去，透进，这个宾利啦，宾利啦。系啊，系啊。啊，新北市咧，啊，新北市恁就讲啦，即卖讲双意调、优意调啊，即卖，这你讲加，什么人你较支持？选新北市调。哦，我是感觉少年啦吼，较好啦。哦，中生代出来就对啦。哎呀、啊，哦，啊，这嘛是对，这嘛是。我少年来出来拼人烟吼，哦，因靠亏啦。喂喂。哦，啊，甲咱收听指教，哦，一边一个的节目哦。好。嗨，感谢哦。好，哎，谢谢哦。哎呦，少年的拼我哪有影呢？我还记得1997年哦。咱的这个苏贞昌哦，老馆长，伊当时第一次选台北馆长，并非是伊的这种哦，等于主地兵啦，就阮啊对管户啊行政经验哦啊做这个机要秘书等等啊，啊个来立委等等啊经营真久，我并非52岁嘛吼，那讲我无记唔对，啊像姚文智53。啊！你玉进是多，放起不加买啊，讲无错算。实在这我拢感觉足奇怪。哦，你这游戏规则当然是当中央有一个制定权利遐啦，吼、哦，当主席来当征召吼、
选对会拢有管定定啦吼，这基本上吼，这咱先卖论起。啊，问题是讲基层的民意也好，外口的声音干变注重一点。为什么要让柯文哲讲出一个原因吧？有人讲啊，那选落第三名，还是讲选落叫柯文哲大买起来？我无了解。柯文哲伊那选台北市长，那连任成功，伊嘛无讲伊2020年吼。总统也就无要选呢，无这个嘛，总出来选了，起搞嘛，搁三卡都啊，啊，所以民进党无论如何，咱来做各种的准备的对。2020年的总统大选，有可能是民进党对国民党，吼、哦，安尼两个对下，啊是三卡都啊好，啊是四组五组，我唔知影，政治的代志你也无法度讲较远，你对代志都唔知，搁讲到对2020，所以。柯P是不是有连任？人2020他有什么关系？没有人说得准嘛！你即摆去讨论迄要创啊？你嘛免去考虑迄啊，嘛免去计算迄种代志，干毋是的？啊，若是安尼的时阵，为什么咱无爱带你提名？你台北市嘛会当三卡都啊？1994年啊，变总统的当时，毋是三卡都，咱民进党当选第一次甲台北市起来，首都的市长起来，所以人。买啊！2000年，但我都第一次政党轮替，这拢是决定性的应用的。所以用这是多你打一个政党，你的主体在地方去。而且我认为讲，我看不出理由嘛，无你就讲出一个理由来说服咱这支持者。哦，在地中我个人的看法，哦，唔知阿用真是怎安那看，我个人的看法，我看不出理由嘛。你不能讲啊！算落会输，还是柯P较红？哦，伊若讲安尼要做，安怎？你若讲单字题会去中着伊，三卡拄头，袂将袂着讲单字输去，安尼即种当面拢互人民期待啦。真是大我看无即个布局呢。啊，你袂将要假分裂去，假分裂去，你上不了列官啦。啊！咱在地后不分过流的经营啦，啊！你讲一定就根本去让别人要支持国民党诶，先得官，老爸支持了，搁支持后生，支持国民党诶迄边诶阵营诶人，奇怪。国民党伫咱台湾，伊赢面无大嘛，对不对？台南啊，高雄啊，屏东啊，赢面无大。你嘛要有你诶主体性啊！赶快嘛！你讲偷竹苗啊好，哦，汤即卖是另外吼。你讲竹苗啊好，你讲咱民进党的绿色的赢面无遐大，但是咱嘛爱经营啊，咱嘛爱深耕啊，一届、两届、三届、四届一直拼落去啊。头讲家己无要提名，啊，拢要去支持别人的呢？我看无这个意思，你对呢？所以讲，真是多好朋友，这若无啊处理吼。你打这个婚恋吼，这年底你讲要选的好，这我来。再者，等下了，咱的口音继续开放，0776180018，0776180018吼。无论你是不是住伫台北新北吼，咱这个全国乡亲是大拢会当来表达意见。讲伫南台湾，大家在讨论双北啦，即卖伫高雄的乡亲哦。即摆高雄局了较清楚哩，哦，台南高雄的这个选情的台北新北是领头羊。你讲咱这这个老大人哦，伫新北市的公园咧讨论台北市的选情，所以你讲这无好啊，处理讲会使。来，先进一个广告，马上等。拢是经过长期咱来挑选、调查、研发，除了咱的原料品质是一定一挂保证以外，添加的嘛拢是独家的配方，是地中特别针对咱一个乡亲是大好朋友，尤其是老人家的需要吼，来甲你做调配。因为这个年岁较有了，你就有足济退化的这个症头，上接听到是讲骨头的酸痛吼，钙质、骨质的这种的流失。无论是心肺更失去着弹性，抗硬化啦，血流脱掉的，甚至引起着生命危险；无论是脑部的退化、记忆
变歹，代志想袂起来，记袂清楚，做烦恼，这拢是真侪乡亲时代会拄到的问题甲状况。针对着咱的身体欠缺的部分，你着爱去补充，你着爱重视爱保养，这是照顾咱的身体健康、食饱饱吼上有效的方式。甲大家来介绍吼，咱所提出补充钙质的钙滴加、钙滴加，一罐120粒，只要1200块。是用上好吸收的柠檬酸钙来制作，佮独家添加着会当帮助着骨骼生长，对韩国进口黑酵母发酵萃取物的贝塔葡聚糖，啊，佮有帮助咱的钙质吸收的维生素 D 佮胶原蛋白，补充钙质第一选择就是这味的钙滴加，长期以来拢是销路第一名的正型 Q 特嘛，介绍大家效果做好，服用了你就感受会到。原料对日本进口，在国内国外都非常的红，非常的畅销，是帮助咱的细胞产生能量、活力上重要的元素。一罐吃2个月只要2800块，啊，佫有受到真侪听众朋友喜爱的正型深海鱼油，原料对北澳挪威进口，品质优良，水准佫高。要吃到上好的深海鱼油，唔免佫拜托朋友。对国外炸回来，你一边一国爱台湾，你就会当买到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 正型深海鱼油，一罐吃2个月只要2200块。台湾的国宝，只有咱台湾宝岛才有生产，和平牛樟脂用咱高雄6股在地原料，规粒的牛樟脂只是自体去制作，实实在在你看会到摸会到的，无加工的才是真的啦。啊，佮有行政与农委会专利授权，国家的品质佮保证，吼、哦，外国人来台湾买佮是抢不回，和平牛樟脂一罐加送你一罐，这是由咱长期支持高官的听众朋友最大的感谢，120000分的感谢。以上的产品有不了解的所在，请洽卡专线0776180075，0776180075，感谢努力。就是啊，咱的乡亲是多少朋友吼？继续等下咱节目现场来看金爸时间接咱的口音哦吼啊啊，新北市这边吼啊，由于钓所以钓，你的看法？台北市是不是要特地提名吼？来请教大家看法。喂，你好，我弟中，请讲话。我跟你讲哦，赵琴，好、哦、啊，你哪讲要纽科比？你怎啊无要当票哦？我无要当票，讲无甘愿当哦，国民党嘛无要当哦，科比。唔通啦，唔通啦，啊这。也是袂当哦，国民党也是足气的啦。就是希望讲爱自己提就对啦呢。自己提，你还无叫伊先困到死。哦，无要紧啦。哦，安尼就对，非得就是爱自己提，袂当怎啊牛人去。你牛，你啊牛，你半根条。啊，你无效啦，我都唔可以选啦。啊，所以你出去咧听，我那安尼就对。对，阮遮厝边头尾台人，安尼，我真不，我是台北。哎，无接收到，实在哦。讲啊，太头。要小心咧讲啊，咱卡起，咱不要暗时啊，咱个卡麻烦啊，不要卡。吼、哦，无要紧，无要紧吼，咱拢空中表达，啊，希望中央爱重视吼。不然就对啊，啊，甲阿扁总统安尼问安吼，好。感谢吼、哦，感谢阿姨哦，嘿，多谢吼。有啦，咱小君子暗时的节目，我那即卖当卡口音吼，但是电视吼、哦、全国咧卡的，有当时啊吼，无遐容易啦。啊，咱这有那。一边一个个节目哦，虽然咱这个吼、哦、无像电视安尼影响力遐尼大，我那是一个平台吼、哦，我那是一个平台，我那讲中东部拢有咧记录啦吼、哦，相关的意见爱转到各站的对，实在爱重视着基层的民意吼、哦。啊，你台北市无论什么人选，个人的支持咱尊重，有人讲啊，吕秀莲副总统袂歹，啊是讲这苏焕智哦，啊前个这台南县长即卖在推动要选吼。哦伊哩就讲啊，党内都无要初选，啊选啊就无啊多钱。若讲我初选，我相信我来加入。啊是讲姚文智委员啊，做者支持者。啊各种咱无意见，吼、哦，什么人我无意见。他对咱的阿姨讲啊，不伊最古辈，因为将来选台北市，总啊就是讲爱有家己的主体性哩，吓。哦，啊新北市，你讲也好，所以将因为将啦，是讲吴秉叡哦，李伟啊各种
拢有家己个遮个市中个讲，哦，啊，即、這个人选较好。啊，无你着公开一个民调，一个初选，亲像咱哦，地中我选坚定小港议员，啊，咱着遮个参选人大家一个初选民调，用上可爱个方式，哦，啊，你来参选，大家也无话讲呢。即嘛上民主、上科学、上即个尊重民意啊。哦，啊，你毋食，你讲啊，着中央家己决定。哦，中央出一个民调，讲机密民调，啊，机密民调内底，大家安尼，包括过半议员支持的游院长，讲怎啊个，放伫外口，无放入内底，无放伫民调的迄个项目内底啦。啊，该说讲啊，因为照讲伊无议员，有实力的遮，啊，你从放入民调内底，啊，有议员无议员。你搞不得个小英总统亲自出马来说话，你若讲有一条坑落，就赢过侯友宜，赢过宋院长的小英总统就去甲说话啊，无议员嘛，变有议员嘛。一开始单局市长嘛，无议员要做总统府秘书长呢。伊讲我十二年的市长，我这人市民是有欠契约的，我一定爱做甲任期最后一天，甲市政的建设甲完成嘛。但是国家有事。不要啊！小英总统甲拜托局长啊，拜托花妈市长啊，需要伊个承担为民进党流目屎，嘛爱先甲高雄市民先来讲国拜，爱去中央总统府来帮咱相助啊，蔡总统啊，所以讲有议员无议员咧，会当改变一下。你来看规个主观客观的精神啊，为着台湾人民。个无议员，大家嘛是来个拜托杨院长来建新北市400万的人口，这是总统大选的前哨战呢。我相信，伊就较占赢下面。所以讲啊，伊有议员无议员，你公开讲伊无要选，啊那照我咧讲，你杨院长，你伫二零啊一零年一厝的时阵，伊嘛讲伊无要选新。新北市啊，伊当时，哦，伊讲啊，我这里庙新民面头前就抓三届，哦，所以这种话当时啊，咧讲这吼，啊，讲出来理由啊，我都说服，哦，啊，无的时阵，咱的基层乡亲许多听袂落。来，即卖先进一个最后一波工商，等一下等下也现场多谢。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志忠。在这个广告的时间，志忠特别要介绍的产品，都是经过长期咱来挑选、调查、研发。除了咱的原料品质是一定一挂保证以外，添加的嘛拢是独家的配方，是志忠特别针对咱一个乡亲是大学朋友，尤其是老人家的需要吼，来甲你做调配。因为这个年岁较有了，你就有足侪退化的这个镜头。上接听到是讲骨头的酸痛吼，钙质、骨质的这种的流失，无论是心肺更失去着弹性，较硬化啦，血流脱掉的，甚至引起着生命危险，无论是脑部的退化，记忆变歹，代志想袂起来，记袂清楚，做烦恼，这种是真侪养生时代会拄着的问题甲状况。针对着咱的身体欠缺的部分，你得爱去补充，你得爱重视，爱保养。这是照顾咱的身体健康，食百二吼上有效的方式。甲大家来介绍吼，咱所提出补充钙质的钙滴加、钙滴加，一罐120粒，只要1200块，是用上好吸收的柠檬酸钙来制作，佮独家添加着会当帮助着骨骼的生长，对韩国进口黑酵母发酵萃取物的贝塔葡聚糖，啊，佮有帮助咱的钙质吸收的维生素 D 佮胶原蛋白。补充钙质第一选择，就是这味的钙滴加。长期以来，拢是销路第一名的正型 Q 贴嘛，介绍大家效果做好，服用了你就感受会到。原料对日本进口，伫国内国外拢非常的红，非常的畅销，是帮助咱的细胞产生能量、活力上重要的元素。一罐食2个月只要2800块，啊，佮有受到真侪听众朋友喜爱的正型深海鱼油。原料对北澳挪威进口，品质优良，水准阁高。要食到上好的深海鱼油，唔免阁拜托朋友
对国外炸回来，你一边一国爱台湾，你就会当买到。两个月只要2200块，台湾的国宝，只有咱台湾宝岛才有生产。和平牛樟脂用咱高雄六股在地原料，规粒的牛樟脂只是摕去制作。全国家的品质甲保证，吼、哦，外国人来台湾买甲是抢无货。和平牛樟脂一罐食两个月只要3500块。秋天正常深海鱼油，搁牛樟脂，即卖累积满六罐的，搁送你一罐。这是由咱长期支持高官的听众朋友最大的感谢，120000分的感谢。以上的产品有不了解的所在，请卡专线0776180075。0776180075，感谢努力。非常感恩努力，咱全国用心时代吼，对着咱的产品若有欠用，常常你个卡边台专线0776180075，头前加0七吼，各用的定位761。北控清澳吼，啊，又关掉咱这个五月七日吼基金会啊这个13周年的感恩餐会，啊，毕总统吼啊，穿这件上新的便利衫呐吼，大家联络平台专线吼，相关的这个细节761北控清澳，来，今仔讲到这吼，后回空中再会，多谢。